穿布，首先第一点，把这个频率降低，降到4到5赫兹啊。好，降到这个频率的时候，我们可以，就可以换布。这样呢，点动的话，它的速度是很慢的。来，下面我们就看一下怎么穿布的啊，一层一层来啊。在穿布的过程中，这个熔喷布先不用穿的，先把两层无纺布穿过来啊。再把这个单边卸掉啊，半边卸掉。然后把这个铁板这里一个螺丝的把它卸掉啊。从这个边上穿过去啊。好，然后点动这边手拉着啊。然后慢慢的卡进去，手拿掉，然后慢慢压，慢慢点到过去啊。好，然后把盖板放上去。然后我们按这个开始，让它慢慢的走啊，慢慢的走。然后你看到，再可以把熔喷穿上。把熔喷布夹进去。然后这个把布压到。这个呢，不能抵太多，稍微抵一点点就行，能够皱纹出来就行。穿布的时候，这里过来的时候，这个三层这个褶皱要一样，要平啊，平平的进去。好，这就穿布成功，然后把皮链条穿进去。也是点动。